没了，你应该吃了这么没办法。
你选一个。好热呀，跳绳大哥。最后一个，赶紧选一个。以后到我是应该是最热的。哎，明天就降温了，明天三十二度。其实下毛毛雨下了可以两分钟，没下了。骗子，他们都在收包包了。他进来干嘛？我去吗？真的？我去，我上。